嗨，Hello，大家好，我是 Bobby Bo。今天呢，我就第一次带 baby 出去，然后顺便带我的岳母出去了，带 baby 出去，岳母出去，然后介绍你们吃太平最好吃的炒粿条。拜拜。现在呢，我就到了太平，然后就去找那个炒粿条了，看今天有没有开。他因为今天星期一嘛，怕是没有开了。然后还有一个美食，我也是要介绍你们。OK， 那我们今天吃东西啦。这档螺煎也是好吃，我觉得啦，太平的螺煎会好吃过槟城的，因为槟城的就比较湿的啦，是属于这边的是干的，是会比较好吃。来啊，螺煎啊，好啊，姜诶，啊，四十一盒啊，威明。全部是倒辣椒酱下去吧，他们这个还做到很原装，它的外皮好像脆脆的，它是蔬菜它的好啦，太熟了，我知道，如果它是生一点就比较好吃。我的炒粿条呢是太平出名的啦，一碟才6块吧，我们该3碟18块。你看那么大碟，炒粿条呀，太平的炒粿条，那他们这边叫古玩炒粿条啦。可是很可惜啊，有一点可惜的是，以前我小时候呢来这边吃啊，他们的炒粿条他们有放那个大火叶的，腌这下面了。台平城的炒粿条是放香蕉叶嘛，这边的炒粿条是放那个大火叶，很可惜现在是免了嘛。然后你们看哪，它的辣椒。椒是切到比较厚了，然后我现在在看他的炒粿条，这边的炒粿条呢叫鸡蛋炒粿条，哎呦，然后有放叉烧、鱼皮，还有个猪肉片，还有青菜啦。他的炒法呢就跟那个槟城的完全是不一样啊。是比较破的，然后呢，他们这边第一熟的人呢，叫这个叫火条，如果是槟城呢，懂的我们叫火条仔，它是比较幼的。然后它的火条呢，该我吃了哦，它里面很滑，很滑，很顺口啊。还有很弹性啊，你看。很有弹性，它的鱼蛋。然后这个是它的叉烧啊，叉烧就是那种用蒸的啦，不是用烤的叉烧。我知道呢，它的配料是还好。好吃是它果香，它味道好多。
跟家里不一样地方啊。哎，哦，是不是？第一次出来啊，开心啊。嗯，等大一点呢，一岁多可以吃的了啦。十杯好辣包包呀。这个呢青岛凉呢就讲真的没有那个我喝完了啊还没有那个古早味的味道啊讲真没有古早味的味道比较熟啊怎么呢因为我想讲的青岛凉呢很多你讲那种外国的 YouTuber 来啊他们讲啊哇很好吃很好吃讲真啊现在很多美食食物啊他们为了节省成本啊很多料他们已经改到完了真正以前的青岛凉啊他们是用那个糖水啦不是用冬瓜水啦用糖水的话呢你的那个糖哦就要用的比较多哦他们就为了省成本就用冬瓜水了然后第二样呢那个本大海啊一种像水草浆的本大海也是他们没有放的哦可惜啦然后炒粿条是讲的吃的很滑很顺口啊你放下去嘴巴就是讲你不用咬的很就是讲要一直咬的你放在嘴巴你要吞也是可以吞咬的因为它很滑很顺口啊它的那个料就会比较熟啊叉烧啊会比较熟一点啊不过你整体这样吃的是好吃的然后还有这个它的这个五节呢就讲真是非常好吃的然后因为它的那个菜啊它有放生菜嘛然后你餐跟豪煎一起吃呢就不会比较腻口然后也非常推荐的就是他们自制的酱料啊它又酸甜啊因为你自己制的料啊怎样都是比那种辣椒酱现成的比较好吃的好然后我也打包了一些回去给我外婆啦因为我们菲拉的人啊讲到来到太平呢一定要吃他们这边的炒粿条好 OK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啦好 OK 拜拜工作阿咪也炒粿条好了好吃啊好吃啊我吃冰冷的啊冰冷的跟蛋啊这边冰冷的蛋的啊好等一下我点都好吃啊好吃好吃啊这点点啊就整个清清好了 OK 我没炒熟没炒熟啊一斤啊一啊跟他熬个熟了也熬小色了小色了个蛋啊你看我打包的、啊、也是没有那个大婆叶了以前打包有那个大婆叶了它会比较带有那个香气了很可惜了现在他们已经不用了把爪过来哦把爪不参加来来啊不参加买来啊来家了买啊家了来啊现在呢我就带我的孩子呢来见我的外婆啦就是他的太婆啊给他老人家看哦第一他第一次看他的曾孙啊因为之前看的时候是怀孕嘛现在就给他看曾孙啊外婆呢走哼哼好谢谢大夫，谢谢大夫，你做咩鬼嘢啊你？你讲你。
佢，我唔係過年。呢個過年紅包我俾你先。唔該呀，未過年，未過年。而家過年啦。未過年，未過年。而家俾先。到過年先嘅，你仲好俾我？未過年，未過年，未過年。俾先。我係先啦，未過年，我係先啦。我第十台啊，台。看看 Candy 谁呀？哎，谁给红包？未生啊？得哦，摘到啊！哦，佢而家点做翻呢度呢啲啊？哦，佢一丢起打匙身出嘅系咪？哦，多到成，系你啲闪啲匙未出嘅系咪？啊，冇啊，一人一粒啊！攞嘢呀！打唔到低出个样。哦，奶奶上面有很多咯，够啊！你看起来其实没有，好不好？你还大力吗？没有，更大力的还有。仲有第粒，可以未斗熟。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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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谢谢你的时间，你要有菜吗？